今天第一次来到 Pure， 然后我碰到了 Steven 老师。Hi, how are you? My name is Steve. 他帮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评，让我做一些基本的瑜伽动作。Your chest. Sit your hips down. You can do it. Oh, no problem over. This is Yoga for 我的第一节课。我觉得 Pure 非常专业，把瑜伽分为很细的类别。然后之前我也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各种课程。然后我今天上的是 Vinyasa One， 这个课程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以前觉得自己就长得高高瘦瘦的，这种瑜伽动作应该是不成问题，但是我练的时候发现其实自己的手臂力量、核心力量还有平衡能力都不太好，可能身体还算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在力量方面不太行。比如说像那种单脚站立的动作，它除了单脚站立之外，还要你手臂或手跟脚再往后伸的做这个平衡动作，我整个人就开始晃了。老师很专业，他是中英文授课的，然后周围同学感觉都很有经验的样子，每个人都做好。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选手了。我觉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然后经常去上课，可能可以有提高，而且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核心力量，才可以跟上大家的脚步。